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. Oh, is for the only one I see. V is very, very extraordinary. E is even more than anyone that you adore. And love is all that I can give to you.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for two. Two in love can make it. Take my heart and please don't break it. Love was made for me and you.谢谢大家一直以来都这么热烈的掌声鼓励，这个是这四位小女孩现在最需要的了。好，相信呢大家看完了这个投影片之后，她们成长故事一定也是和我一样很感动哈，而且呢也会深深的觉得爸爸和妈妈的付出真是也是很伟大呢。好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下半场的音乐。首先登场的是一首由海顿所作的三重奏曲子，和上半场所听到的曲风是截然不同，它是属于轻快活泼又很有节奏的曲子。让我们一起欢迎魏柔和王之心所带来的演奏，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们，谢谢。
朝气的演奏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他们除了音乐很富有感情之外，他们的眼神也非常的富有感情，眼神很有戏哈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首呢是《查尔达斯舞曲》。《查尔达斯舞曲》呢是起源于吉普赛人的民间舞蹈，所以呢它的乐曲的风格是欢快而奔放的。接下来将以弦乐四重奏的形式，由王之瑜独奏主旋律的部分为大家呈现。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四个人今晚首度的四重奏哦。Thank you.
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这默契绝佳的四重奏。接下来呢是巴哈所作的布雷舞曲，这是17世纪